哇！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荔枝家族。广电总台石秋影视基地，这里是江苏卫视大型户外水上冲关节目《勇者大冲关》的录制现场。本节目由乐虎功能饮料独家冠名播出，和乐虎提神抗疲劳，和乐虎为勇士激发正能量。本节目指定用产品由特步飞般的感觉特别赞助。当然，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有非常多的观众都想报名来到我们的赛道。报名的方法呢也是多种多样，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2596088转5号线，或者直接到达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东大门现场报名。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电视，和我们实时互动，手机报名。没错，我们赛道呢共分为男生和女生赛道，有15道游戏关卡在等着您。除了可以挑战自我之外呢，还有奖品可以拿。通过第三关和第四关，可以获得由全球补水领先品牌温碧泉提供的精美礼品。哎，还不止这些呢，只要你通过了5、6、7、8关，您的奖品就会升级为价值1000元、2000元、3000元和5000元的大奖了。当然，通过第八关之后呢，我们还会再赠送您一份乐虎功能饮料提供的勇者大礼包。是的，奖品非常丰厚，大家也可以同时登录新浪娱乐、搜狐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搜狐视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消息。同时，也可以下载新浪新闻客户端、新浪体育 APP、腾讯新闻客户端以及今日头条来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是的，每天呢都会有全新的选手来到我们赛场，今天呢当然也不例外。我想问一下我们后面的男选手和女选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嘞，信心满满，即将出发，勇者大冲关，够胆你就来！勇者大冲关，够胆你就来！全新的一天比赛开始了，今天率先登场的是我们男生队啊。前几天男生队的表现好像跟女生队也不上不下啊。以前的都是以前，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们男生队将战胜女生队，不会吹灰之力。是，有请我们的第一位选手，有请。有请。你好，怎么称呼？姓杨，叫小怀，叫杨小怀。上学还是工作啊？刚毕业。刚毕业啊？哎，准备从事什么职业呢？现在的话，在一家金融公司实习。做金融这一块的啊？哎，说到金融这一块啊，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先生啊，平时工作很忙，那你有时间运动吗？有，我在学校期间的话，做过一段时间的健身教练。那现在腹肌还在吗？现在很不好意思，8块已经99归1了，就是快8块迅速集合到一起了哈。那你觉得今天在我们赛道上对你来说冲关会不会有难度啊？尽力吧，尽力而为，希望你能够成功登顶。是，加油了！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这位选手以前做过健身教练的。哎呀，怎么说呢，还真没看出来。你知道这个第一关最主要是什么吗？主要就是心态极了。欢迎你好，怎么称呼？我姓刘，叫刘森。今天呢希望自己能够冲到第几关？尽力而为吧。那你平常会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平常我就是跟朋友一起打打篮球啊，就是爬爬山。那说明有运动基础的啊，接下来就看你赛道上的表现了。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好，今天我们的选手啊，来到了现场啊，其实都是有一些运动细胞的，有健身教练，有平时爱登山打篮球的。好，加油！迅速通过，接下来是第三关，横扫千军。最好的方式是一鼓作气冲过去。好，来，小心小心。好，找准时机就踩在我们的平衡木上。先要让自己的身体要平衡，保持平衡。好样的，哎，小心小心，好样的。通过第三关可以获得温碧泉提供的防晒套组。这一关呢，控制住自己的重心啊，保持身体的平衡，顺利通过奖品升级，获得温碧泉提供的补水套组。好，小心一点。好的，恭喜你获得1000元的奖品，来到第六关鱼跃龙门。刚才第一位选手呢，在第一关掉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很诧异，因为他可能真的是太着急了一点。好，这好的，不错，非常棒。恭喜你已经获得2000元的奖品了。是的，接下来是炫彩幸运星，在里面保持一定的姿势。好，站起来，站起来，很好，很好，非常好。别动了，听好我们的口令。好，把脚放下来，很好。
再踏上去换一下，对，很好，准备往上冲，走走走，往外走，往外走，起跳 ，OK， 三圈奖品拿到手了，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关极限阶梯，他可能成为我们今天第一位登上高台的人。哎，刚才在我们的起点处也是特别的谦虚啊，是，看来冲上高台这一刻，哎，不要滑下去，太棒了，差一点点，哎呦喂，好的，快快快快快快快，加油加油加油，往上爬。不要停，还有两个，还有最后一格，还有最后一个，快快快！好样的，好样的，按下胜利按钮。耶！恭喜你！来来来，猜一下，猜一下，猜一下。来，恭喜你获得5000元的奖品。好，同时也获得了由乐虎功能饮料所提供的勇者大礼包一份。哎，现在此刻心情怎样？好累啊！好累啊！平常是不是不怎么运动啊？偶尔是运动运动的。这八关过下来，觉得哪关最难啊？感觉还是旋转的，旋转哦，就是旋转幸运星那一关。对对对，因为那一关呢，不但考验他的这个体能，而且要考验什么？这个胆量，因为那一关有点高。还有一个是听力，就是听好我们的口令嘛。不管怎样，他已经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我们高台的选手了。我们希望他的这个冲关能够给接下来选手们更多的动力和勇气。梦想起航那一秒，泛起我们久违的心跳。身姿多挺拔，非常淡定啊！怎么称呼？我姓沈，叫沈长银。今天有没有一个目标，想冲到哪一关？跟着千金过去就可以了。希望今天能够成功登顶，然后把自己的好运和礼物都带回家，好不好？是，加油了。好的，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这位大哥身姿非常的挺拔，在冲关的时候呢，也非常的笃定。就觉得他整个人是绷得很紧啊，嗯，主要是因为穿牛仔裤的原因吧，绷得比较紧啊。好，现在来到第二关，旋转风铃，小心，慢慢来。穿这个牛仔裤通关的话，就是相对比较休闲，但是呢，也会觉得会影响这个行进的过程，大腿迈不开啊。好样的，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面对的是第三关，横扫千军。小心小心，慢慢来，跳得挺高，好好好好好，哎，哇，360度啊，这秋千荡的好惊险啊，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一鼓作气冲过去啊，机会来了，快速冲刺，通过了第三关，可以获得由温碧泉提供的防晒套组。接下来第四关，疯狂擎天柱，如果这一关可以通过的话呢，奖品将会升级由温碧泉提供的补水套组，能否拿回家呢？我们来看看。把补水套组带回家了。嗯，轻轻松松来到第五关。哎，前四关之后呢，他也是越来越自信了。是的。可以站起来迈起小碎步，保持你的方向。好。好，现在可以选择跳。起跳，跳，哎，站稳，好的，跳过来，不错，好，恭喜，获得1000元的奖品了，来到第六关鱼跃龙门，哇，太棒了，很好，好嘞，轻松，非常的稳健，来，看好了，好，起跳，不错，轻松，恭喜获得2000元的奖品，来到炫彩幸运星，越战越勇了。接下来减少失误，听好口令，直接冲到第八关哦。往前走一点，踩住，踩住前方，对对对，很好。然后换一只脚，准备往上爬。往外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快跳！哎，抓住，加油加油加油！往上爬，加油！哇，太棒了！好的，恭喜你，好的，已经获得了3000元的奖品啦。好的，来到了我们最后一关极限阶梯。看这位大哥闯关，就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对，是。来，不要滑下去！不要滑下去！哇，太棒了，太棒了，吓死了！好惊险呢！太惊险了！好，记住啊，往上爬的时候要往旁边走。往上走！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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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往上爬！好，还有两步，还有最后一步。好嘞，按下胜利的按钮。耶、yeah! ！来来，猜一下，猜一下，大哥。恭喜你，已经获得了5000元大奖啦！喂！哇，大哥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参赛，有没有想过会拿到大奖？
完全没想过。哎，他刚才说了嘛，第三关过了就不错了，但是你已经冲到第八关了。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很累，非常激动。非常激动是吧？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通过努力拿到了我们的5000大奖的同时呢，同时也获得了我们乐虎功能饮料所提供的勇者大礼包一份，对你的勇气的肯定。是，今天拿到大奖之后带回家，家里面人会怎么讲啊？他们应该会非常惊讶。非常惊讶，哎，怎么就拿到了大奖了？是不是？是，原先对你没有什么自信吗？没有，完全没有。今天表现如此的出色，我相信家里的人为你自豪，回去以后把这一段录下来做以后的一个纪念，对不对？没错。啊，也希望呢广大的电视上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来到我们的赛道上体验一把，同时我们一起喊出加油，为接下来兄弟们加油打气，好不好？嗯。3、2、1，加油。上来了啊！是，你看看这个行动，赶紧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姓惠，叫盼望，我来自陕西渭南。盼望吗？盼望着，哎、盼望着，我们就来了，登顶着啊！今天来到我们赛道，有信心吗？嗯，有。平时爱好什么样的运动？平时有很多运动，比如说有篮球啊，还有健身啊，还有拳击。爱好广泛，是一个运动健将啊，是，希望你接下来能够乘胜追击，登到顶峰。好的，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2、1，加油！好样的，顺利来到了我们的安全平台，接下来是第二关，旋转风铃。一定要找准时机啊，落到对面的安全平台。这位选手的身体素质非常的棒啊，刚刚也说了，他喜欢很多的运动，篮球啊、健身啊，包括拳击啊，都喜欢，吃的广泛。现在已经来到第三关，我们小千军了。万万没想到，最有健身细胞这位选手落的是最快的。所以其实比赛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么的戏剧性。你觉得他可能登顶无望的选手，哎，他就登顶了；你对他寄予厚望的选手，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你好，怎么称呼？我姓陈，叫陈范荣。来自哪里？来自南京。南京的朋友啊，那对我们这个赛道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喽。就是在电视上面看，觉得很简单，然后过来的时候发现很难。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好的。好的，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2、1，加油！好漂亮，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了我们的旋转风铃。感觉挺简单的呀，怎么到这个赛道之前就会觉得，哎，还是很有难度的。是的，来到现场你会发现，你所期待的那个高度和我们障碍物之间的距离会大很多。这个时候呢，就会给自己构成一种心灵上的障碍和恐慌。其实我们来到现场最重要的就是排除自己心里面的那种障碍和恐慌。是，就当是玩嘛。不要想那么多，在赛道啊，如果失败的话，最多就是落水，也没什么可怕的。对，反而啊，卸下所有的包袱之后啊，人轻松了，轻松呢就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好样的，通过了第三关，可以获得温力泉提供的防晒套组。接下来第四关，疯狂擎天柱，你悠着一点啊，顺利的通过了第四关，奖品升级，由温力泉提供的补水套组。好，小心。来，保持你的方向，来跳过去，直接跳过来。好的，恭喜你获得1000元的奖品啦！来到我们的鱼跃楼门，来我们的赛道上享受一下闯关的乐趣嘛。没错，好，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现在的表现啊，已经顺利的到达了我们的平台上。跳得太早了，直接跳入了水中。是的。好的，很可惜啊，我们这位选手是在第五关啊遗憾落水。没关系，虽然说落水了，那后面的选手还有机会。你好，怎么称呼？我叫潘璇。来自哪里？来自江苏盐城，但是现居南京。你多重啊？100多斤，100几斤。
你多高啊？1.77米吧。1.77米的大小伙儿，100几斤，这肉都长哪儿去了？你问他多高的时候，他说1.7米吧，然后就瞬间就把自己个儿给挺拔了一下啊。没关系，咱们这赛道上对身高和体重都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你能冲，你能够登顶，你就是好样的，好不好？好，好的，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加油！这位还在大学就读的同学啊，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上，趁着放假的时候好好的拼搏一下。其实大三啊，是这个大学四年当中啊比较舒服的一段时间，一定要好好享受，因为到了大四，很多朋友都会出去实习了。对，大学时光无忧无虑，非常的自然惬意。是大一大二课程会比较密集。好，现在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第三关将会带来全线的一种考验，横扫千军就看你的表现了。先踏在这个平衡木上站稳了，调整一下你的身体的平衡，因为他太瘦弱了。冲啊，跑啊！哎呀，哎呀，哎呀！你说他瘦吧，他落进水的那个水花还挺大的。你没有看到吗？360度的这个翻转啊，落水的姿势啊，倒是挺漂亮。而且你看他现在游水，是是是，这个游泳游得多开心啊！怎么称呼？我叫于迅霞，来自福建。给大家介绍一下嘛，如果去福建的话，去哪里玩，吃一些什么？武夷山吧，还有其他吃的。鼓浪屿啊，对，对不对？鼓浪屿度假胜地，这个真是都没我们了解了啊。是啊，那接下来就看看我们这位腼腆的选手他的冲关表现。加油了，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加油。小伙子、啊、紧张的情绪是影响了刚才采访的整个过程，是因为他满脑子里边想的都是怎么冲关。是，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赛道上就不要有太多的思索了。好样的！你们看到他的身体是不是有一点在颤抖啊？有点太紧张。那旋转风铃。好样的！经常有些朋友说，我冲关完之后，他说要是我再来一次，我跟你讲，我一定能够成功登顶的。好的，顺利的通过了旋转风铃，来到了第三关，横扫千军。所以说我们的选手在赛道上冲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尽力而为，不要为自己留遗憾。是的，好，加油。好，通过第三关可以获得温度犬提供的防晒套组。那这个防晒套组啊，咱们也不急着拿回家，因为通过每一关呢，我们的奖品啊都会不断的升级。通过第四关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温碧泉提供的补水的套组。是的，目前看来这位选手通关的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是这些啊，咱们都可以通通不要，咱们就冲着那个5000元的奖品啊，我们的高台去。是的，还有勇者大礼包。通过第四关，奖品已经升级成为温碧泉提供的补水套组。好，恭喜这位福建小伙子已经冲到第五关，峰回路转，来。如果能够通过这一关的话呢，将会把奖品升级为1000元的奖品了。看着时机就往下冲啊，他摇了一下头，这个时机可能不太对。很好，就是要这样细心一点，胆大心细啊，记住。好，准备好了就可以跳啦。起跳，哎哎哎哎哎哎。刚才那是一个什么姿势？他应该是一个落水的姿势。非常的可惜啊，是那选手总是在近在咫尺的时候呢，有一些小小的遗憾留给我。两位一起来啊，怎么称呼？我姓许，我叫许云峰，我们来自江苏常州。我叫王强，今年21岁，来自常州。哎，你们跟刚刚那一位是同学是吗？啊，觉得他表现得怎么样？尽力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那我相信电视机前还有同学还有老师在关注着你们，借着这个舞台想对他们说些什么？我们会尽力的，尽量冲向登顶。你们辛苦了，真的。
这位是不停的在怀念自己的大学的老师，肯定大学里面是个淘气包，没少让老师受气，是不是？我觉得能看出来这两位选手目前是挺紧张的啊，没关系，接下来赛道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有精彩的表现，把你们的奖品、你们的表现送给老师和同学们，好不好？好，啊，谁先冲关？你先来。好的，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加油！今天是三位同学结伴而行，有一位同学呢冲关的其实挺精彩，是，就差一点点啊。我们来看看第二位同学表现如何。第二关旋转风铃，离开大学校园，进入到社会，可能跟想象的会有一些不一样，会遇到一些困难。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用微笑去面对。对，好，小心。这其实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没错。好样的。来到安全平台，接下来是第三关，横扫千军。没错，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哎呀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没关系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败嘛。是的，没关系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同学在这边准备出发呢。那目前看到两位同伴啊，他们都没有成功登顶，心情会不会更加忐忑？对啊，感觉他们过不去，对我心里有种阻碍。没关系，咱们就排除万难，是整装待发，轻松上阵，忘掉那一切，你是第一个，好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加油！又一位同学出发了，现在呢，这位同学正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是，刚踏入社会啊，当然会有一个适应期啊。对。我相信在这段适应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位同学都会迅速成长。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跟学校里面不一样，会跟更多的人打交道，发生一个变化。因为在学校啊，还可能指望老师，指望父母，但是呢，走入社会之后，毕业之后，总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啊，已经是个大人了，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就像我们这位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三关，横扫千军，也希望他能够排除万难，顺利的在自己的职场生涯有着光彩的未来。就是这样啊。一关一关咱们慢慢的克服，对，不要想着一步登顶，是每一个过程呢都是需要经历的，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经验。对，这其实跟生活是一个道理。对，当你回头回忆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坎坷那些经验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顺利通过了第四关，获得女权提供的补水套组。来，我希望这一组男生当中的最后一位啊，可以冲上高台，为他们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是的，是的，而且呢，他这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是，还有两位小伙伴已经在前两关落水了。但他，哎，小心头，小心头，希望你可以代表他们加油，往上跳。好嘞，这个奖品拿到手了，来到体育龙门。一定要为三位小伙伴一起争口气。是，把他们两个没拿的奖全拿回去啊。是，今天晚上不要看谁输了请客，一定要看谁赢了请客。是，有希望啊，有希望，但是一定要胆大心细，不要着急。是，炫彩幸运星望。进入炫彩幸运星之前呢，一定要小心一点，不管是站在中间的柱子位置。哎，他跑到了粉红色区域。好，准备往上走，走，快快快，快走，再等一下，快走。好，恭喜你获得3000元的奖品了，保存一下实力。小心一点啊，不要滑下去。很好很好，站稳了，记住，往旁边走，一鼓作气冲上来啊！加油加油加油！往上跑，往上跑，不要停。好，还有一个哦 ，OK， 非常棒，按一下时间按钮，耶耶！来来来，先擦一下。很棒，恭喜你获得5000元奖品。同时也获得由乐虎功能饮料所提供的勇者大礼包一份，耶！哎，今天晚上是不是要跟三个小伙伴一起啊，好好的庆祝一下？我请客，文彦你请客，带上我们励志家族好不好？带你们，哎，非常爽快。是，刚才呢获得了5000元的奖品，有两位小伙伴掉到水中了，我们不管怎样，顶住了压力，化压力为动力，来到了我们高台，变成了胜利。接下来我们马上要上场的女生队了，你们已经有三位通关成功了，我们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也不要啊，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有风度，对不对啊？就算赢的话也要赢一个风度，给他们加油打气，好不好？给女生加点油，女生们加油。来看女生队今天的表现，乐虎勇者大冲关，高台你就来。
哎，刚刚男选组啊，已经有三位成员顺利登上了我们的高台。也就三个人嘛，还好吧？压力不是很大啊。这种情况我们见多识广啊，已经这个见怪不怪了啊。其实现在女生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今天我们第一组出场的女生人马也是非常的齐整，来自于各行各业。首先，我们认识第一组，有请。好的，你看，哎呀，旗下他的一排美女，来来来来来，我们往那边站一点，我们从那边依次来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位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张悦，然后是浙江传媒学院的学生。来，第二位，第二位，大家好，我叫王一达，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是他们的好朋友。哦，好的好的，来，大家好，我叫陈晓彤，也是来自上海的大学生。哦，好，你呢？大家好，我叫别飞，来自上海，就读于工程技术大学。大家好，我叫苏木烟，然后我们是一个大学同学。好，你们二位是一个大学，今天来到赛道啊，可谓是姐妹情深了。谁先首先一站？你来。首发，哎，好的好的，这边那位，一定要首发，要创造一个好成绩，好不好？至少咱们要跑过旋转独木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Three， 因为他背后是拿的火罐的，为了我们做了些准备吧。对对对对，身体上哈。哎，小心！哎，小心！这个我觉得我们有点措手不及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发力过猛，有点发力过猛啊，蓄势的蓄的时间是太长了。这个哎，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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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一点啊，我们现在啊，他去看一下，来来来，看一下，看看水深，试试水，我们不会掉下去的，这样想。我看一下距离有多少，导致他掉下去了。哦，你是看一下他失足的原因就对了，对不对？刚刚告诉你了，他是因为发力太猛了。第一关第一块板不需要很长的助跑，跨上去就很稳了，好不好？一定要注意哦。有信心吗？不能胆怯，有信心吗？有有。他现在已经不敢想了。来来来，看看他的实际表现。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好的，对，这个是比较稳健的。虽然说刚才那位开头不是很完美，但是相信之后的选手应该会弥补这样的一个遗憾。第一位上场的这位女生呢，是其实是让我们缓解一下紧张的氛围，是，看让我们心情平和一点，开心一点啊。接下来其他的闯关的姐妹会更好的发挥。其实第一关蜻蜓点水，对于女生来说，只要掌握好稳定性，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好的。来，准备登上我们的安全平台。第二关两极翻转，你有没有找一根皮筋把头发扎一下？没有，就是要这么的飘逸。哎呀，美美的。但是会不会影响他闯关的视线啊？哎，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闯关成绩就知道了。加油！好的，赶快挪到中间去。对了，然后瞅准时机，赶紧的跃到我们第二块反转板上。快快快快，站起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千万不要发晕哦。跑起来，跑起来。好，哎呀。好的。似乎有点晕了，现在摔得有点厉害。对，好的，站起来，有点发懵。他回头看了一眼我们这个方向。来来来，不要看我们这儿啊，我们在这，我们在后面支持你。好的，好的。还是重重的把自己摔了出去啊，烦不了了。来，来到第三关。哎，提醒你，对，经过了第三关，其实就会有礼品相送了。对。好的，站起来，保持平衡，然后保持自己脚下的速度，靠近摆锤。好的，通过通过。哎呀哎呀哎呀，说了吧，不能够犹豫啊，不能犹豫。其实摆锤它是在机械的引导下不断的在摆动，它不会等你的。是。好的，再次介绍一下自己。主持人好，我叫王英达，也是来自上海的学生。你觉得你能到第几关？我希望我能够拿到化妆品的套装吧。女孩啊，化妆品的套装，一个在第三关，一个在第四关，走得更远一点，好不好？好的，一定要加油、哦。好，来加油！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好。这个来自于上海的五姐妹啊，又开始了最后一位的争夺。哎，不过我觉得第一关过的速度很快，而且感觉随着他的一些跳跃，感觉越来越有自信了，已经适应我们的赛道节奏了。好的，
成功的来到第二关，也许奇迹就是在他身上出现。是，给我们一点惊喜吧。来，第二关。哇，很棒，好，成功的通过了两级反转，来到了第三关。通过这一关，你就可以获得由温碧泉提供的防晒套组了。哎，好，这时候脚下千万不能停，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好，顺势通过我们第一个摆锤。小心，小心。通过摆锤的时候千万不能犹豫。好的，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平台上，面对旋转独木桥。旋转的独木桥是很多女生都很害怕的。好，哎，很棒，恭喜你，你要的化妆品现在达到了。哎，但是如果要升级的话，就是通过接下来的关卡。没错，第四关疯狂千斤顶。好的，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这时候要稳住，因为可能会略有一些湿滑，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稳住重心。好，我这位朋友啊，其实不显山不露水啊，但是你看看他的能量确实非常的充沛，我觉得他有一股冲劲儿。对，还有最后一步就登上安全平台，赛程过半了，恭喜你，奖品升级为温碧泉提供的补水套装。靠旁边一点点，扶住柱子，然后往前冲。姐，你现在抓住前面的你面前的这根柱子就行。对对对，很好，站起来，站起来。好，跨过，恭喜你获得了1000元的奖品，为姐妹们做出了一个榜样。是的，已经来到了第六关，七彩音阶。这一关呢，一定要小心啊，下一根音柱呢是会晃动的。往前一点，哎，抓住！哎呀，哎呀，哎呀！说好的精彩在哪里呢？很遗憾，不过呢，她已经创造了她们姐妹团到目前最好的成绩。来，有请她们团员的最后一位。嗯，有请。好的，同样是来自于上海的，名字再介绍一下。我叫张月，来自浙江传媒学院。刚刚的姐妹已经到了第六关，对，所以呢，带着这个师姐的这个嘱托，师姐的期盼，加上刚刚累积的姐妹们落水的经验，希望你可以走得更远，争取上高台，有没有信心？有。好的，勇者大声关，请听口令。3, 2, 1 ，Go！ 画，稳住。这第一关呢，我非常的我已经对这个第一块板有点担忧了。对，要不然你们每次会牵个绳子，然后要架着我拉一下。哎，不过掌握好节奏，要适应一下这个赛程的一些。他们还要适应这个板的新节奏。对，来，好的，蜻蜓点水即将完成，加油！好，还有最后一块板。谈的这位小女生啊，还在上学啊，在暑假里啊，走到大自然当中，跟大自然亲密接触一下，来到我们赛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受一下阳光的照耀。当然，最好的话还是拿走奖品。是是是，好的，大踏步的流星一般的登陆到我们的转盘上，好，非常漂亮。赶紧调整一下，来站起身来。好的，好的，没问题的，加油。他其实很聪明，他步子迈得很对，好。好的，加油！好，没问题，完成了第二关。第三关，障碍酷跑。看他的皮肤很白皙啊，平时可能会在室内比较多一点。对。啊，包括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啊，基本呢白天呢都不出门，一直在空调房间，所以呢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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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长得好像啊，为什么？告诉我们大家原因是什么？我们是姐妹俩。啊，介绍一下自己来。我来自江苏南京，我是姐姐张欣欣。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南京，我是妹妹张华。姐姐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我比较平时比较还算开朗吧。妹妹呢？也还行。也还行。哎呀，就姐妹两个人都很开朗嘛。如果在赛道上两个人比一比的话，你们会觉得哪一个人闯关的实力会更强一点？姐姐，在家的时候，我女儿特别喜欢看这个节目嘛，她在家给我讲解了一下的。女儿，哦、女儿多大了？大的10岁，小的5岁。大女儿跟你讲解还是小女儿？大的。她是怎么讲的？她说妈妈第二关还蛮难的，我也觉得。哦。女儿觉得第二关很难，所以把闯过第二关就完成女儿的一片心愿了。
对，希望自己能多冲几关吧，让她开心一下。好的，一定要把5000块的奖品拿回家，好好的给女儿开心一下，好吗？那姐姐先来还是妹妹先来？我先来吧。你先来啊。妹妹先打头阵。对，好了好了，那这样子吧，妹妹先试一下赛道，姐姐一会儿后面再压阵。来，妹妹加油，好吧？来，勇者大雄关，请听口令。3, 2, 1 ，Go！ 妹妹平时爱运动吗？还可以，平时有运动的她。主要是运动在哪些方面？她一般的跑跑步吧。跑跑步啊？跟你相比呢？我平时运动还蛮少的，除了上班就是在家带女儿嘛。哦，那很难得啦，也是伟大的妈妈。妹妹现在有女儿了吗？没有，她已经订婚了。哦，太幸福了。未婚妻现在是，不错，说着说着已经通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好的，大步流星跨上转轮，不错，十环。姐姐这边说，太好了，太好了。来，马月，加油，加油。好的，虽然跳跃的距离有点短啊，但是妹妹凭借自己过人的力量，还是来到了第三关。哎，感觉平常真的有做一些运动，觉得体能和各方面的素质真的非常不错。是的。好，这时候保持脚下的速度，千万不能停。加油，跑起来，因为身后如果你跑。好的。姐姐觉得妹妹这一关可以。应该没什么问题。她平时在跑步机上跑步应该没问题。好的，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跑步机啊，传送带。好的，已经到我们舞台上面。妹妹注意啊，下面可不能慢慢的悠闲的啦，预备，好，好，哎，不错，好的，非常的稳健。哎呀，现在我觉得这个姐姐的两个女儿啊，现在特别为阿姨感到骄傲、开心，看到她肯定很开心。恭喜你现在获得温碧泉提供的防晒套组，疯狂千斤顶，这个关就是妹妹在赛道上啊，不断为我们带来惊喜。嗯，我觉得闯关的动作也很规范。好的，还有最后一个援助，单腿跪立。哇哦，好，很厉害。而最后这一步就意味着他的奖品已经升级了。对，你看妹妹这个通过每一关呢、没有丝毫的犹豫，非常的果断。恭喜你现在获得温碧泉提供的补水套组。好，妹妹已经来到第五关了，极速轮盘，来跳过来。好，速度非常快啊，来到了我们的七彩音阶，同时恭喜他获得了1000元的奖品。来整理一下头发。好，七彩音阶，我相信他们经常在家里看起这一关该如何通过哦。好，精彩，不错。刚才这个重心稍微有一点点靠后，往前一点点，重心再低一点。妹妹，你可以稍微往前踩一点点，身体重心就自然而然的对会往前倾了。好，再抓住，抓住，很好，很好，抱住，抱住。还有一点就是他的那个后脚一定要快速的收回。是。好嘞，这一步不错。最后一步跳过来。好的，基本上成功了，恭喜获得2000元的奖品了。韩国录音机的要领呢，就是靠边一点啊，然后贴边走，走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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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一点，哎，对，人要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对对，很好，很好，再往上走一点，对对对，准备啊，起跳，好，起跳，恭喜，目前已经获得了3000元的奖品了，来到最后一关，极限阶梯。确实啊，在家多研究研究我们的节目，对冲关有很大的帮助。是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对每一个关卡它都非常的了如指掌。哎，来现场的时候也不会那么陌生，很熟悉。记住啊，往旁边走啊，往旁边走，很好很好，加油加油，快快快，速度快一点，加油，速度快一点，加油加油，冲上！不要停了，不要停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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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已经激动得不行了，按下生理的按钮。没想到自己可以冲到这一关，从来没有想过。在家里就有想过冲到第几关呢？第二关通过就行，因为第二关掉下去太惨。第二关掉下去太惨，所以你是怕在第二关掉下去，所以就直接冲到了高台上。你已经为你的两个侄女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超完成了。已经很开心了。哎，你在家里看，跟你自己来到赛道上有什么感觉？
我看别人唱得很轻松，我怎么那么累？没有，其实别人也不轻松啊。对对对，因为每一关呢，需要的是勇气，还有耐力，包括你的实力和运气也是非常好的。拿到了大奖了，接下来马上姐姐要上场了，对吧？我们给姐姐加油打气，好不好？姐姐加油，一定可以冲上来的。加油，看你的。哎呀，开心啊！幸福来的就是这么突然。刚刚姐姐手舞足蹈在我们旁边，开心的已经是这样子的了。对，看到妹妹成功登顶的那一刹那，姐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现在不那么紧张了吧？不紧张了，没有压力了。至少今天姨妈成功登顶了，回去对两个女儿有交代了。但是更好的结果是姐妹一起在我们的高台上相聚，在高台相遇，多棒啊！对，你在这里送妹妹上赛道，妹妹在高台上迎接姐姐登顶，好不好？加油！好，加油自己。来，加油！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 ：3、2、1 ，Go！ 好的，只要轻轻跨上去就稳健，稳健。前几个可以稍微的，我们试探性小心一点，掌握一下节奏。姐姐没有问题的。哎，我发现虽然他平常可能就是带宝宝和上班，但是你看他身体素质真的很好。不要看他皮肤白，经常在家里面带宝宝。有丰富育儿经验的我，比如要告诉大家，其实带宝宝是很累，是很辛苦的，是吗？对对对，一天要抱的话，至少要抱到8到10个小时。哇！如果一个人带的话，会非常非常的辛苦。看，说话间这个最害怕的第二关已经通过了，没问题了。这个他们家大女儿可以放心了，妈妈到了第三关了啊。好，这时候保持脚下的速度。好的，通过第一个板锤。棒。好，这时候等待时机。姐姐面对我们的赛道也毫无惧色啊。好的。太棒了！恭喜你，现在获得由温碧泉提供的防晒套组，疯狂千斤顶。哎，速度说实话也保持得非常不错。是的。好，到了千斤顶，这时候就要稳住。哎，因为它其实摇摆的幅度是不定的，所以这时候要小心一些，稳住自己的重心，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其实如果在这个平台上你要逗留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体能也在消耗，也在消耗，因为要稳定你自己的身体。好的，恭喜姐姐赛程过半，奖品升级为温碧泉提供的补水套装。目前姐姐已经来到第五关，极速轮盘了。是的，妹妹呢在高台上得点，恭喜获得一项奖品。果然，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冲关 family 啊，是一家人都在研究这个勇者大冲关。其实呢，我们的赛道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只要大家每天在11:20准时的收看我们勇者大冲关的话呢，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大奖了。好，往前倾一点，往前倾一点，很好。你觉得这一关过关呀？体力的原因，对的。接下来还有女生要上场了，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姐妹啊，我们给她们加油打气，好不好？后面的三姐妹还有三位姐妹，一起加油！一起加油，看你们的。刚才高台上已经给你们加过油了。是。哎，三姐妹不得了，今天统一着装，是啊，非常的整齐划一。听说她们还有共同的口号，来，一起来喊响你们的口号。勇者大冲关，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来分别介绍一下你们各自在姐妹里边是什么样的关系。我最小，我叫黄广芳。
来，广芳来自于哪里？来自江苏南京。啊，好好腼腆。那你呢？我叫黄广红，来自江苏南京。好，广芳、广红。那你呢？我叫黄广珍，来自江苏南京。最大的应该是，哦，这是大姐，这是二姐，然后这是三妹啊。三姐妹谁先来？姐，大姐先来。姐姐真不容易当啊。姐姐，那您保重了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 Go！ 姐姐先拔头筹，看看她能够走到第几关。好的，第一关蜻蜓点水，哎，看到其实掌握到一定的规律了，很稳健啊！姐姐不愧是僵尸老的辣啊，每一步踩的都很扎实，先踩上去，然后再转身，调准方向之后，咱们再跨另一步，哎，不着急，中间节奏把握得很好。哎，好的，这就成功的通过了第一关，来到第二关，也是他们比较惧怕的一关了。对。对，跑起来！哎，小心！哎呀，小心！哎呀，抓住啊，姐姐！哎，这个姐姐啊，如果能通过第二关还好，通过不了第二关，下面的二姐和三妹心理压力会更大。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她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刚才可能有一点点失误。有点失误啊？那下面是二姐了，还是三妹嘞？二姐来，一定要加油了。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二姐加油。好，第一关蜻蜓点水，要稳住自己。来，保持好自己身体的重心，调整好方向。对的。好。不错，似乎妹妹更加大胆一点。嗯，已经来到第二关了。对，这时候一定要千万不要害怕。好，现在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加油，二姐！好，很棒，你是最棒的。来，调整一下重心，往中间跑，往中间爬。对对对对对，到中间再站起来。好，好，面朝我们安全平台的方向。哎，调整一下脚步。哇！加油，加油，加油！不要放弃。好的，非常棒，太棒了，太棒了。哎，我相信他的闯关之后还耶了一下。我相信他的，你看到了吗？他的宝宝看到以后应该会超级开心。是的，是的。好的，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谁看得出来呀？咱们这个三姐妹的体质还是很好的。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来，预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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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还有第二个摆锤。不要犹豫。给自己一点信心。对了，抓，哎呀，抓紧！哎呦，哎呀，好遗憾呐！至少二姐在第二关证明了自己，完成了任务。第三关通过了一半，也算2.5关吧。对，三妹应该是三姐妹当中最腼腆，胆子也应该是最小的一位吧。还可以吧，因为平常应该比较受姐姐的照顾。对，姐姐们是不是特别照顾你？对。妹妹现在心里紧不紧张？有一点，有一点紧张，有一点紧张啊！千万不要怕，好不好？我告诉你，不要紧张。今天如果说三位姐妹，如果你能够闯得更远一点的话，今天晚上就请她们两位姐姐吃饭，好不好？如果你今天闯的2.5关之前还没有两位姐姐远，今天晚上你也要请她们吃饭。为什么呢？她们已经为你做了很好的榜样，平时要照顾你，对不对？今天就妹妹做东，请姐姐搓一顿了，好吗？来，加油！加油哦！加油！好腼腆，要有底气。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来到第一关。好，来到第一关，蜻蜓点水。是的，还蛮轻盈的。是，至少让我们看到他闯关的信念了。家里面啊，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像80年代、90年代生的啊，真的。其实我觉得会略微少了一点这个啊，姐妹间、姐弟间啊，这种家的这种感觉。是。其实我们到国外去，看到很多低头玩手机的人非常的少，为什么呢？其实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关键可能还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平时可以跟我们联系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呢，你看别人很多，像他们经常会每个礼拜到一家去聚餐啊，聚会，对，互相用手机发发短信啊，打打电话联络一下感情啊，但是我们会显得比较孤独一点，所以是只能看手机了啊，玩玩社交圈就变成了啊，叫做恶性循环的低头族。是，哎，看一下，好像你看说话间他已经来到了最后，哎，加油，哎，妹妹也身手不凡，对。好，到了障碍酷跑，首先，妹妹站起来，妹妹站起来，好的，脚下一定要跑起来，要离摆锤近一些，慢一点，不要，好的，因为过去的时候速度要快，要加速，对，哎，保持一下脚下的速度，好的，跨稳了，抓住，好的，跨稳了，抓住，啊。三姐妹，姐妹情深，对，这两有默契，二姐和三妹啊，吊水的位置都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在第一组女生当中，我们所有的期望都汇集在我们身边的最后一位了。位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袁春燕，来自那个江苏南通。你觉得这条赛道对你来说难吗？充满了艰辛和坎坷吗？待会儿试了才知道，试了才知道，很谦虚，我们就喜欢你这样的。一般说这种话的都可以跑到第八关，然后最后给我们个惊喜。是的，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的，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有请。Three， 肯定第八关过了。嗯，肯定的。深藏不露，高手一般都是大隐隐于市的。第一个小心，小心。第一个小心，小心。第一个小心，小心。小心。你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俩话说得太满了？其实我们这一轮呢，主要是给大家上演的是女生组的一个反转，而不是女生组的逆袭。我们更多的会把我们的期望投注在我们的第二组的女生身上。来，二位高台的主持人。哎，我刚刚觉得马老师啊是说话太满了，所以最后一个女生听了的话呢，就直接掉到水里面去了。其实也是的，对，可能吓到她了。但是呢，今天不管怎么说，女生队还是不错的，有很多的都冲到了我们高台的前面，就眼看就要拿奖了，对不对？你说那位姐姐是吗？是的，还有几位呢在前面就掉下去了。不过也没关系，他们拿走的大奖也是非常丰厚的嘛。不过呢，男生比女生的比分是3-1了，3-1，略略领先了一点点，领先2个。但是男生不要骄傲，因为还女生还有一组呢，但是男生这个也马上要上场了。哎，那我们还是要吸取一下女生的经验，越战越勇啊，越战越勇，而且呢要小心谨慎才能够勇得大奖。接下来有请男生队勇者大冲关，够胆你就来。欢迎收看江苏卫视大型户外水上冲关节目勇者大冲关，本栏目由乐虎功能饮料独家冠名播出，喝乐虎提升抗疲劳，喝乐虎为勇士激发正能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2596088转五号线，或者直接到达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东大门现场报名，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电视和我们实时互动，手机报名。是的，接下来又轮到我们男生队出马了，就看看他们的表现了。有请第一位。好的，欢迎我们这位男生啊，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石小帅，来自南京林业大学风力园林学院。小帅同学啊，就是你啊。小帅同学读的是什么专业呢？风景园林。风景园林啊，哦，就是这个园林的风景规划是吗？对，你觉得我们这赛道规划的怎么样啊？我觉得规划挺好的呀。他很有魅力，但是你要去征服他，你觉得你能够做到吗？前几关应该可以吧。前几关靠实力，后几关靠运气，最后我们就成功登顶了，对吧？对。小帅加油啊！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2-1，加油，小帅！文雅，文雅。是的，相信他的弟弟妹妹们或者师弟师妹们都叫他小帅哥，对不对？小帅哥。今天你看电视上小帅哥在冲关呢，真不错。来到第二关，旋转风铃。所以你看起名字其实也挺关键的啊。好，小帅哥现在顺利的来到安全平台，接下来是第三关横扫千军。没事啊，咱们稳一点。好，小帅哥加油。好，迅速调整位置，起身站在平台上。好，你来，这再来一次还要。单腿荡秋千。好，迅速起身，好样的，冲过去，不要犹豫，通过第三关可以获得由温碧泉提供的防晒套组。接下来第四关疯狂
床擎天柱。目前看来，我们的小帅哥那是越战越勇，越战越有底气呀。所以说呢，相信他的奖品啊也会不断的升级呀。嗯，小帅哥加油，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第二组男生第一个登顶的。咱不着急啊，顺利通过第四关，获得温碧泉提供的补水套组。哎，冲上来啦！好，不错不错，哎，小心。步子倒是挺灵活的啊，好，准备。哎，准备啊！哎，小心柱子、啊。再等一圈。好，往上冲，起跳。好嘞，成功的躲过了我们刚才那根柱子啊。是的，是的，恭喜他获得一千的奖品，来到我们的鱼跃楼门。哎，不要过了。好，下来。OK， 非常棒，恭喜他获得了2000元的奖品，来到炫彩幸运星。好，非常迅速啊，看来对我们的关卡是非常的了如指掌，非常的熟悉。来，听好口令，准备走了，走了。好，走走走走走，跳，哎，走跳，哎，走跳，哎，哎呀。太可惜了，他稍微晚了一步。哎，不该用脚蹬吗？应该用手够住就行了。可惜了，可惜了。你好，怎么称呼？杨刚。哎呀，这名字取得特别棒。杨刚来自哪里？江苏南京。但是杨刚同学看样子是不是平时没有怎么运动？哦，打篮球。在打篮球。打篮球，打篮球对于减重没有帮助吗？感觉没有。好了，来，勇者大春官，请听口令。3, 2, 1，加油！好的，一位爱好篮球的同学出发了。杨刚啊，名字真的是……这名字取得绝对阳刚。哎呀哎哎哎，杨刚，你是要干嘛？好，在我们第一关忐忑圆筒上过的那是相当的忐忑啊，踩到我们彩色的圆筒中间处，好样的！我们感受一下杨刚的力量。好样的，来到安全平台，迅速起身，能看出来杨刚啊是一个非常有毅力和霸气的选手啊，而且啊绝对不是那种轻易会放弃的人。是的，就算遇到困难，起来抖抖灰，咱们继续上路。哇，我们杨刚要对找准这个落脚点。好的，顺利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是第三关，横扫千军。目前我们能看出来杨刚啊对自己是充满了信心的。是，哎呀，哎呀，哎呀，好痛，哎呀，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要是再瘦那么一点点的话就好了。就是每次那个秋千啊，就是打到那个杨刚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呦，真的很痛哎。你好，笑容满面啊。我叫徐放。是来自江苏镇江，镇江的朋友啊，离我们挺近的。是，怎么想着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呢？我是一个公司职员，但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就一直没有锻炼，就是身材发胖了很多，但大家都叫我小胖，我觉得特别的自卑。是我父母给我报的名，就是希望，我能够借助这个大冲关，然后就是开始真正的锻炼，收获信心。啊，是叔叔阿姨给你报的名啊？是呀。他们有什么嘱咐你的吗？叫我玩得开心就好了。那你赶紧跟叔叔阿姨说几句话呗，都上电视了。谢谢爸爸妈妈给我报名，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好的，接下来我们就看徐放的精彩表现了。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加油，徐放。这个他们公司的同事啊，给他起个小外号小胖。那他们同事到底都有多瘦啊？其实我觉得他一点不胖，对啊，只是看起来呢可能有一点憨憨的感觉。是，以后如果同事们再喊你这个小胖啊，你就跟他们说徐放，徐放一点不胖。没错，而且今天呢希望你能够成功登顶，告诉别人就算你叫我小胖，但是我也是登顶的选手，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那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因为工作比较繁忙，其实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爸爸妈妈是希望孩子会有这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平常呢多增加一些运动，多增加一些锻炼啊，确实是有好处的。迅速起身，迅速起身，哎，别别别，好，起身，哎，等一下，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你看，这个证明他真不胖，摆锤还能过去。是的，那不是一般的身材，那是不行的啊！好样的！你看看，真的是一点都不胖。看看多苗条啊！你看，你看，你看。咱们的这个秋千男孩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好样的，通过了第三关，可以通过了第三关，可以通过了第三关，可以获得油。哎，人呢？获得。获得什么呢？这个只能下一次你来闯关的时候我们告诉你了啊。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徐放玩得开心就好了。好的，欢迎您。怎么称呼？主持人你好，我叫蒋峰卫，来自南京，我是徐放的大学同学，我陪他一起来的。大学同学。他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比较胖胖的吗？对，他平时不爱运动嘛，然后偶尔打打篮球，我经常踢踢足球之类的，我经常运动的。那你这么说，你对你自己应该是蛮有信心的吧？嗯，我应该能过刚才他失败的那一关吧。这是三关，你觉得你能过第几关？我争取过五关以上嘛，我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目标。好的，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加油！啊，今天是两位同学邀约在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挑战，非常有意义，也很有趣。大学同学啊，其实大学同学感情啊都挺深厚的，有些啊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可能很多年就见不着了，因为分散在全国各地。那有一些平常关系特别好的呢也会保持联络。嗯，我觉得大学同学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非常单纯而且深厚的，就算长久不联系，但是一见面那种话匣子打开之后仍然会滔滔不绝。对，特别是一个宿舍的。好，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横扫千军。刚刚他说他比徐放应该要能多冲两关，徐放是在这关落水的哈。好，这位选手能看出来他的整个身姿还是挺灵活的。啊，他真的好顽强。你说这关你能过的？啊，他选择了和徐放一样的方式。但是他的方向反了。啊，是的，他现在又在上面来了个360度的调整。这个相当灵活，徐放是创造了一个爬行式吗？转了180度之后，调整方向。再等一下啊，好，等一下，好，迅速起身，快跨，好样的，通过了第三关，可以获得温丽泉提供的防晒套组，待会儿给徐放也擦一擦。接下来第四关，疯狂擎天柱，好，顺利通过这关，奖品升级，温丽泉提供的补水套组，哎，恭喜你来到第五关，峰回路转。刚才在横扫千军那一关，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可以匍匐前进的。是的。哎，其实也不是胖啦，就是有点小壮嘛。是的。好，恭喜你已经获得了1000元的奖品，来到第六关鱼跃龙门。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方法，只要能通过就是好方法啦。对对对，没错。看看他这一关又会创新出什么样的新方法呢？哎，刚才这个晚了一点点，晚了一点点，哎，晚了一点点，哎。晚了一点点，哎！刚刚说这个晚了一点点，其实可以再等一圈的。哎，就是时机没有选对。是的，好，至少我们这位选手算是达成了他的目标，是说了第五关能够达到，现在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你好，怎么称呼？大家好，我叫张正权，来自江苏大二。大二的同学啊，是希望自己能冲到第几关？只要超越自我就行了。好的，相信你可以成功登顶的。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加油！好的，第一关忐忑源头，好，顺利的完成了第一关，接下来旋转风铃。好，这位选手啊，拼劲十足，在校大学生。来到了第三关，横扫千军。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多多的尝试和挑战自我。对，比如说走上咱们这，哎呦，咱们这，哎呦，咱们这，哎呦，哎呀，时机没选对，这位选手其实也有通关的实力，包括他刚刚选择的方式都挺正确的。对，他倒是挺干净利落脆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嗯，好，怎么称呼？主持人好，我叫甘孝胜，来自江苏南京，现在在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上学。哎呀，一口气说得很完整啊，你怎么这么开心呢？
因为在现场又很激动吧。今天来到现场了，看到了真正的赛道，心情会不会不一样？挺激动的吧，跟电视上反正肯定是不一样的。观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默默的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冲到第几关？这个电视呢，我家人亲戚朋友也是非常的喜欢看，也正好是我爸妈呢经常跟我讲这些，然后才报的。来这边呢，我有两个目标，一个大目标，一个小目标。大目标呢，当然是我确认大奖；小目标就是下一关，就是希望过了这一关，再过了下一关。刚刚你也说了，爸爸妈妈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马上自己就要冲赛道了，在走上这个赛道之前，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爸爸妈妈，我会尽力的。好的，尽力而为，看你的表现。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这个同学一看就热情洋溢啊，特别的健谈，很开朗。那今天在我们赛道上看看他有怎样的表现。好的，希望我们这位选手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实现自己的愿望，达成自我的目标。牢牢抱住风铃啊，不要着急，寻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咱们踏到对岸的安全平台上。好，如果你觉得找准时机，立马松手。好的，接下来是你的下一关，横扫千军。通过这一关开始之后呢，我们的每一关都会有奖品，而且奖品呢都在不断的升级，希望你能够慢慢的完成你的目标，把奖品带回家。这个到了第三关之后啊，咱们这个选手在上面好像经常会遇到一些些的小阻力。是的，自从我们徐放尝试了这个方式之后，哎呀，很多选手都尝试。可是咱们还是要找准时机才是最重要的。是，好像那个徐放式啊，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比较擅长，其他人在这关哈、纷纷落水。你好，这位大哥怎么称呼？我陈千宁。陈先生，来自哪里？我来自江苏南京的。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跟我女儿一道过来。啊，今天跟女儿一起来的。女儿来现场了。哎，女儿来挥挥手。打个招呼，挥挥手。哎，这是女儿哎。她今天是过来当观众的，还是跟你一起来参加挑战？冲关的。关的啊，今天也冲关的。大哥，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好的，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大哥加油！好的，陈大哥呢是完全没有思想包袱啊，就是来挑战赛道玩一玩的，到了赛场就很开心。是的，来到我们第二关旋转风铃，爸爸和女儿一起过来参加赛道，真的是太有爱的一件事情了。对，都说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你看啊，爸爸在冲关的过程当中啊，女儿就跟着一直在关注爸爸的比赛。对啊，我们都说父爱如山，你看女儿来参加，爸爸陪着她来，没关系，你怕吗？爸爸先挑战给你看，没那么可怕。哎呀，真的，哎呦，你看，健步如飞，顺利突破。通过第三关可以获得温蜜雪原提供的防晒套组，待会儿一定要送给女儿和老婆。但是啊，说不定他不送这个，奖品在不断的升级啊。嗯哼。第四关疯狂擎天柱，通过第四关，恭喜奖品升级成为温蜜雪原提供的补水套组，来为老婆和女儿多赢一些奖品回家吧。是的，这一关通过之后呢，奖品会升级成为1000元的奖品了啊，所以要加油。是。女儿也在下面为你加油，也为她做一个很好的示范了。来，哎，小心头，小心头，小心头，小心，很好很好，跳跳跳，现在可以跳，走，好，太棒了，恭喜你获得1000元的奖品啦！接下来是第六关，鱼跃龙门。其实平时父女两个人相处的方式有很多嘛，是就是这样子一起来参加通关比赛，也是特别的温馨。以后你带着你的孩子来吧。那还得好多年呢。对，我们勇者大冲关一直都在，一定要等时机确认了。好，抓住，抓住，很好，很好，跳过来，太棒了！恭喜你获得2000元的奖品啦！哇，还有最后的两关了，你就可以通关了，加油加油！来，这一关是炫彩幸运星了，希望他可以冲上高台，把5000元的大奖拿走。很好很好，踩住，准备调整一下，好，准备往上爬了，可以出去了，可以出去了，快一点快一点，跳起来，好嘞！恭喜3000元奖品已经拿到手了，来到最后一关极限阶梯，真的是太棒了，真的是哦，父亲就是女儿最坚强的臂膀啊。到任何时候都是，今天的闯关呢也是的。来，还有最后一关，剩下这个阶梯，一直冲上来，继续冲上来，冲上来，往旁边走一点，往旁边走，旁边对对对，很好很好，快快快，不要停，加油
还要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还有两个，可以，好嘞，哇，太棒了，哇，来来，女儿给老爸送上奖品，啊，太棒了。好，恭喜你们获得5000元大奖啦！同时呢，也获得乐虎功能饮料所提供的是我们勇者大礼包一份。哎，女儿对现在爸爸刚才的表现觉得怎么样？棒极了！棒极了！马上你也要参赛了，对吧？对对对！啊，你有没有信心呢？有，他是我的榜样。称呼，我叫张伟，来自哪里？来自安徽巢湖。安徽的朋友，哎，刚刚这位老爸成功登顶了，是不是给你很多的信心？对，压力山大，我们这些小伙子必须要努力一下。叔叔都可以登顶，同样你也可以登顶，好不好？说一句家乡话嘛，那就干嘛，是吧？好，继续加油，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伴随他一起冲向了赛道，是他冲上去了，我差一点落水了。其实我们的选手每位都很可爱啊。对呀，我觉得选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其实就是一种放松的心态。当你放松了之后，你会觉得面前的困难啊，它都不算什么。是。好，来到了第二关，选手风铃，看看他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表现。下来通过这一关来到第三关横扫千军，是的，来加油了，从这关开始奖品就会慢慢的越积越多，不断升级，看看你的奖品会升级到哪一种呢？加油了，好像就在这个秋千上面啊，哎，靠门了，好，还差一半了，加油，往前往前冲啊，漂亮，通过了第三关，获得了由温碧泉提供的防晒套组，但是呢，第四关还在等着你。希望你的奖品能够不断升级。我们的第四关疯狂擎天柱对于选手来说，好像比较的容易，但是这一关掌握平衡也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好样的，通过第四关，奖品已经升级成为了温碧泉的补水套组。哎，抱住抱住，好，站起来站起来，很好很好。嗯，刚才也说了，看到大叔闯关成功了，小伙子那当然要努力一下了。是，来准备冲啊！你再不冲的话，待会就真的转晕了，有点晕了，晕了，晕了，晕了！哎，不开！那方法已经告诉他了，完全都没有吸取。这玩意儿自由落体啊！真的是就把自己转晕了，所以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选手啊，在我们的赛道上。一定不要跟每一关做过多的纠缠，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失利了。好，接下来呢，我们下一位选手呢要出发了，怎么称呼？主持人好，我叫单腾，来自辽宁铁岭，东北的小伙。哎呀，你现在在南京是在读书还是工作啊？我在读书。大几啊？才大一。哎，你看，也算是刚刚来到南京了。是。说到来到南京的话，这生活啊、饮食各方面还习惯吗？能适应吗？这边就吃的不太习惯，我们那边吃饭比较香，这边是酸甜口的。酸甜口的不大习惯。现在最想念家乡的哪道菜？最想念就是锅包肉了。锅包肉。哎呀，说着都流口水啊！大家也正在吃午饭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希望你能够成功登顶，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告诉家人你的好消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勇者大出关，请听口令。3, 2, 1 加油！来自东北的朋友啊，现在已经出发了。说到外地来的朋友啊，其实来到南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习惯。对，其实不习惯，首先是天气，然后接着是饮食各个方面。我记得我刚来南京的时候是在冬天啊，南京的冬天就属于那种比较湿冷型的。对。那对于北方的朋友就会比较不习惯，因为北方呢，就算再冷的话，它有这个暖气啊，就室内室外温差不一样。对。在南京的话，可能室内室外也差不多。好，来到第三关，横扫千军，加油！冲过了咱们的赛道啊，过暑假的时候，咱们带上奖品回家看看爸爸妈妈。通过第三关可以获得温碧泉提供的防晒套组。接下来第四关，哇，
很轻松啊，疯狂擎天柱笑了呀，哎，悠着点啊，顺利通过，奖品升级为温碧泉提供的补水套组。刚才那一位呢，在这里转晕了，所以不要在上面停留的时间太长。是，好，准备，不要自由落体，而直接跳过来。一千元的奖品拿到手了，来到鱼跃龙门。好，加油哦，这位小伙子。是的。好，跳上来，稍稍有些用力过猛，我还是希望他稍微的稳当一些。没错，稳中求胜啊，加油。哇，他靠自己的臂力冲上去了，再不冲。其实我刚刚想说，这不太好的一个机会。对，这个时机，按照正常来说，我不建议在这个时候跳。但是他用他自己的臂力把这个撑了过来，恭喜他获得了2000元的奖品。很好，很好，准备，准备往上看，往上看，不要往下。对对对，很好。出口在外面哦。很好，准备起跳。好 ，OK， 轻松获得3000元奖品，来到最后一关极限阶梯。哎，真的挺争气的哦。前面的大叔啊，也是通关成功了，小伙子应该更加努力，就更加争气才对。是的，一鼓作气冲上来，往上，往旁边一点，对对对，很好很好。往上走，不要担心我的瀑布，往上爬。还有两个阶梯，最后两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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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开放了，恭喜，按下胜利按钮，耶、yeah ！恭喜你获得了5000元的奖品，同时获得了乐虎功能饮料所提供的勇者大礼包一份。来，今天作为最后一个选手冲上高台了，什么样的感觉？很爽很爽，我想说一句话，我女朋友一会儿来看我，我给她赢了5000元的奖品。哦，又是一个中国好男友啊，好羡慕呢。那个女生队马上就要上场了，我们不管怎样发扬风度，给女生队加加油，加油好吗？加油加油加油！好的，女生队看你们的，有请乐虎勇者大神官，够胆你就来。本节目由乐虎功能饮料独家冠名播出，和乐虎提升抗疲劳，和乐虎为勇士激发正能量。嗯，当然节目播出之后，有很多的观众都想来到我们的赛道进行挑战，拿走奖品，那就要记住以下几种报名方式。首先是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2596088转五号线，或者是来到江苏广电集团我们的东大门进行现场报名，或者是现在就拿起手机来，通过微信的摇摇电视，通过手机互动来到我们的赛道。有请我们第二组女生的第一队员吧。好的，来来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杨秋鹏，来自江苏南京。好的。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南京，我叫徐爱芳。好的。大家好，我叫徐东弟，来自江苏南京。哎，这边感觉是另一个帮派了。大家好，我是袁明平，我是来自江苏南京。大家好，我叫王腊梅，来自江苏南京。大家好，我魏兰，来自江苏南京。好的，哎，他们为什么共同出恋呢？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爱好，他们呢喜欢在晚饭吃饱了之后啊，一起到某一个地方进行一个聚会。哎，这个聚会呢，我们在经常在广场上会看到，看到这帮身材婀娜的大姐们翩翩起舞，叫做广场舞。对，哎，介绍一下你们的门派。是跳恰恰舞，恰恰派的，恰恰派。我们这边是什么派？小苹果派。小苹果派，今天在现场我们就比比，好不好？哪个先来？恰恰先来还是 小苹果先来是吧？小苹果先来。好了，来小音乐，小苹果派啊。哎，就是简单就可以了。现在看来他们跳服不服气啊？不服，不服，那就来试试看。来了，时间给你们。确定跳的是恰恰吗？我听到后面有人说叫三步舞。三步舞啊，后面也有高手啊。今天六位姐妹谁先出战？我。好的，听说你什么都不怕是吧？对。那今天能跑到第几关？最后一关。加油，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有请。看你的了。
首先出战的是来自于咱们这个苹果派的一位成员啊。哦，你看，哎呀，这个胆子是大。我觉得他的派名可以叫蜻蜓点水派。对，没有问题。哦，真的很轻松的就通过了第一关。其实啊，我们很多女生就说啊，怕水怕高。水。他刚刚说了，他什么都不怕。一直往前冲。他第一位率先应战的，也是给我们接下来的好多姐妹们提供一个好的参考啊。是的。大家看不清啊。很轻松的已经通过了第二关，两级反转来到了第三关。这样厉害不厉害？厉害。厉害啊！好的。障碍酷跑，保持脚下的速度。对，不要犹豫，不错。第二个摆锤要衔接的是另外一个跳跃，抓紧了。好的。好的，他其实很有技巧，他知道压低他的身子。对，他这身衣服和我们的赛道颜色也很搭哦。独木桥啊，一定要保持重心偏左一点。哎呀，偏左一点。哎呀，偏左一点。哎呀，话音刚落。还好他什么都不怕，在第三关遗憾落水了。接下来苹果派派出的成员是我，好的，那就看您的精彩表现了。准备好，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有请。 3, 2, 1 GO。 好的，同样风驰电掣啊，哇哦，一点都不含糊啊，这个小碎步真的有平时广场舞的风范。对，其实呢，刚刚我们那位大姐啊，遗憾落水，哎，小心，发力过猛，来登上转轮，哎，小心，不错，来调整一下我们的位置，哎，好，成功的来到第二个转盘，跳，好的，好，然后成功的通过了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我们的障碍酷跑，保证速度，然后离我们的摆锤稍微的近一些。来，可以再往前一点。好的，通过了。哎，好的。跨，哎，跨，哎，跨，哎呀！其实就是时机晚了那么一点点。对呀，而且助跑的距离明显有点不够啊，是冲力不够大。来，应该第三位小苹果队出阵，您这位了，您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好的，说的有点底气不足的样子啊，期待您给我们带来惊喜，好吗？来，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3。好，现在出战的是我们小三元小苹果队最后一位大姐了。好，这位大姐采用的是稳扎稳打的方法啊。是的，和前两位略有不同。好的，转身，对了，跨越，好的，最后两块踏板。大姐的这个下盘非常的稳定啊，平时跳舞给她积累了很多深厚的功底。嗯，真的。哎，其实我觉得广场舞真的是一种很好的健身的方案。是是是。好的。哎，好的，来到了第二关，稍微调整一下。好的，大姐，你就差一跃就可以到达第三关了，加油！好嘞。好的。真棒。好，先登上我们的传送带，保持向前跑动的状态啊。好，跳，跑起来，保持这个跑动的速度。哎呀，哎呀，哎呀，还是有点操之过急了。推了一下我们的摆锤，就觉得能推得动吗？就把它推开啊。啊，对，它是摆动的，它不是悬锤的。是，所以很遗憾，小苹果的三位姐妹在第三关全军覆没。全军覆没了。下面掐掐队谁先来？那您给自己加加油好吗？好，必胜，为我加油。好嘞，来，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有请。Three, two, one, 加油！ Go! 加油！又是一位很猛的大姐啊！希望这样的一个势头能够保持下去。这个就太厉害了！啊，真的好棒啊！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一些很年轻的小，哎呀，年轻的小，哎呀，年轻的小，哎呀。好的，要的就是这股向前摔的这个劲儿啊！嗯，不要怕。哎，不错，调整一下节奏。好嘞，好嘞，好嘞。
确实啊，我后面的朋友都说再说有点操之过急了，太着急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啊，勇气是一回事，意志是一回事，但是对于我们赛道还是要理性一点。对啊，下面二位谁是第二位？我辣梅姐，辣梅姐要加油哦！辣梅姐，女中豪杰也，能跑到第几关？通关，通关！加油，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有请。3, 2, 1 ，Go！ 梅花香自古寒来，我们看看辣梅姐在大热天有什么样的精彩发挥。不过我觉得辣梅姐刚才说话是底气十足。对，好的，女强人啊。加油，漂亮，好的，成功的通过了第一关，蜻蜓点水来到第二关，两级反转，大步流星登上圆轮，哇，好，成功的到达了我们第一个圆轮，这时候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哎，不要在边缘逗留时间太久，因为真的很晕哦。对，好的，他其实来到了我们这个圆盘中央，在中心，然后调整一下步子，步伐动起来，对，好、哎、好、哎、好、哎、正，怎么觉得是刚才的重演呢？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是，但愿我们下一位这位来自于恰恰队的武林高手啊，刚刚咱们六位跳广场舞的就剩您最后一位了，第三关至少要过吧，有没有信心？有，有信心，加油了好吗？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有请。这是我们六位广场舞当中底气最足的，最牛的，最洪亮的，看看他的发挥如何啊？也可能就是压轴的呢。对的，看到，哎呀，他练过戏曲，你看到有没有？这个架势，台步啊，好嘞，有声出场的感觉，很轻松，这第一关就通过了，好，绝不含糊啊！第二关，两级反转，加油！好的，好。漂亮，成功通过了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还是战胜了他的两位舞友。你们六位能不能拿到奖品就看你了。哎，过，快快快，哎，好的好的，大姐啊，跑起来啊，跑起来，跑得要有劲儿一点啊，不能这样子软软的走啊，哎呀，走啊，哎呀，走啊，哎呀。要跑起来啊，这是跑啊，这是跑啊，这是走啊，其实到那一步的时候就需要有个爆发力。对啊，很遗憾，我们六位跳广场舞的大姐在第二关和第三关纷纷落入水中，下次希望他们来的时候能够做好更加充足的准备。好，这位非常的面熟了，嗯，刚刚我们曾经在高台上看到了他，再次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陈梅芳。刚刚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在第二组男生选手当中，陈同学的爸爸已经成功到了高台了。爸爸登上高台那一刻，心中是什么样的感觉？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哦。但是也有压力，有压力。哎，今天父女两个人就要在赛道上面好好比一下了。比一下。俗话说得好，虎父无犬女啊。是。平时是不是也特别注重体育运动？对。哎，平常喜欢什么样运动的？打篮球。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也都会。哦，你看，身为女生，打篮球、乒乓球，哎，很厉害。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女生队再添一枚成功通关的选手，好吧？好吧，来继续加油吧，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有请。我们期待着陈同学第二次登上高台啊！是 ，Go！ 他应该算是我们第二组当中的一位种子选手了、啊。他很稳定，你看他能看得出来身体素质非常好。好的，我们看到赛道边陈爸爸啊，也在那边为女儿来助战了。嗯，在旁边一直观望着，给女儿加油打气。好的，斜线助跑。哎，真的感觉旋转对他来说好像没有带来任何感觉，好像我们的这个转轮它是停止了。哎呀，好轻松，来到了第三关，我们的障碍体操，瞄准好时机，通过了。对。步子不能停，脚下步伐要有。哎，好的，俯身，好，来到了独木桥。我现在都不敢讲话啊！加油！你小心！哎呀，你小心！哎呀，你小心！哎呀，其实重心就偏了那么一点点。这一关叫做旋转独木桥，不叫做飞檐走壁呀、啊？怎么会跑着跑着跑斜了呢？
两位啊，这还两位姐妹一起来的吗？姐妹淘，介绍一下自己。钟宝红，来自四川。四川的朋友，那您呢？这位，我叫魏良娥，嫁到南京的。嫁到南京，那您是哪里人呐？安徽的。安徽，那一个来自四川，一个来自于安徽，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好姐妹呢？妈妈嫁到四川的，我们俩是姨姐妹。所以说还是姨姐妹一起来闯关了。谁先来？啊，你先来啊！勇者大冲关，请听头令。先跑好像赛道就少了两关一样。但其实说实话，很多人在迈上去的时候会害怕，但是真正的已经享受到赛道的时候，其实恐惧感就会减少。好，姨姐妹啊。嗯。这两位都生活在南京吗？是的。啊，都在南京。好，那谁想来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的？都想吧，试试胆量。啊，都想报，达成一致。要的了啊。好的。很不错，度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两级反转。哎，这时候姐姐给点鼓励，加油！我在后面带你垫背呢。上好，还好，安全着陆啊。脚步动起来，对，很好。好的，我们此时观众朋友也在为你加油啊。是的。不要让方向感失去，不要调整太长时间，因为会有一些眩晕感。对，所以这时候他又转了一圈，此时哪边是正确的方向还是找到了，通过了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我们的障碍酷跑。第三关障碍酷跑，调整一下步伐，对，脚下很近啊，准备通过，准备，不要着急。好的，哎呀，因为他通过速度快，吓了一跳，一个助跑立刻越过去，补丁身体。好的，站起身来，观察一下独木桥的旋转速率啊。而且通过了这一关，就会有礼品给你带回家哦。三、二、一，好的，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这是什么情况？妹妹在这个独木桥掉下去了，姐姐高兴的直拍手啊。为什么你那么开心啊？选手失误，失误。纯属失误啊，这个不算啊。真正的表演要看姐姐在赛道上到底能闯到第几关，是，这才真正的实力啊。姐姐准备好了吗？好。其实我好怕水，真的。其实很怕，也是来克服自己、挑战自己的。挑战自己。没问题，相信自己，你一定行的。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有请。3, 2, 1 ，Go！ 好的，第一关蜻蜓点水。一定要稳住。姐姐也是带伤上阵啊。而且他们说了，也都是要挑战自己。对，有点怕水，加油。好的，还有最后一个。恭喜你通过了第一关，第二关两级反转。好，这关其实把握好重心。其实很多我发现我们的队友都是通过惯性，就像是这样，对，摔过去的、啊，不是趴过去，摔过去啊。不管怎样，通过了就是好方法。对，能过是最好的。大跨步。好的，好，成功通过了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障碍酷跑。好，准备好了，我们就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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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往前跑，非常好。然后找好时机，很好，没问题了，这样就很轻松的通过了。一个大步，稍微有点小助跑，跨过去。重心往前，往前，扶一下摆锤，重心往前，好的。纯属失误啊！刚刚妹妹在这里，现在看到正儿八经的示范动作来了，示范动作来了，示范动作来了！哎呀，都是在这一关，都是在独木桥，失误再一次发生了。希望两个姐妹回家再一次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的赛道，毕竟这个旋转独木桥要求的是爆发力，是重心的控制。又是一个姐妹花，又是一组姐妹花。好，来介绍一下自己。我叫薛琳，来自南京。我是胡梦如，来自江苏南京。你们二位什么关系？是好朋友。对。至于像他这么娇小，你是不是平时要照顾他？还好啊。两个人性格谁更开朗一点？我还好吧。你呀、那他呢？他性格怎么样？他性格害羞，不害羞的。害羞，不害羞的。那今天是害羞的先来，还是胆大的先来？害羞的先来，他胆大，害羞的反而胆大啊！这个给自己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好的，不要怕啊，我们的赛道等候你的挑战。来，勇者大春官，请听口令。有请。Three, two, one, go！ 你认为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他已经走了，不用怕，你想。是他自己太小了，哎，过不去。哦，对此有这个担忧，一直都在担心这个。今天来的时候就怕这个。就怕自己因为身材娇小没法过关啊！一直在问我大概多远，对于距离比较担忧一些。那说明你也是他的军师喽。今天好多闯关的选手都告诉我们。哦，大家你看，就一群姐妹在后面都在讨论这个通关秘籍，分享心得。是，好的。啊，小姐妹已经来到了第三关了，很不错哎。这个其实赛道啊，跟身高没有多大关系。真的。你说像这个你。这么轻的体重，可能这个摆锤砸到身上啊都没有什么反应。哎，你看，哎，四两拨千斤吧。首先要站稳，然后等着摆锤摆过去的那一瞬间，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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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是时机掌控有一点点慢了。向前冲的冲力小了一些，真的。好了，现在要轮到胆子大的了，不免你不是你胆子不大，现在还为自己担心啊？刚刚那关独木桥你能过吗？过不了。我害怕他都现在一个都没有过。你有没有经过考试时候妈妈会说一句话，如果考得不好你会跟妈妈说班上还有比我考得差的呢，这时候妈妈会说什么？你怎么不跟好的比啊？对不对？咱们要有积极向上的心，好吗？要有信心啊。对，要看那些上高台，要向那些上了高台的选手们学习，好吗？准备好为自己加加油，来，勇者大春官，请听口令。有请。 Three, two,One, go！ 哎呀，一声惨叫！哎，不要害怕，哎，让我们稍微稳住一下节奏。第一关蜻蜓点水，应该就是很轻松的通过了。是的。好的。我觉得心中的一些胆怯可以慢慢的来克服。是收放自如了，现在已经啊。第二关。啊，到了两级反转，哎，好的。虽然说摔得有些重，看得我有点心疼，但是其实你要躺在上面你会觉得很舒服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好，很好，通过了第二关。嗯，来到了障碍酷跑，这时候我稍微调整一下节奏，稍微的一个小起跳，哎，稳住，站稳了，稳住节奏，哎，跑起来，对，漂亮，过得很悠闲呢。对，两个手摆动起来。好的，好的，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准，很酷啊！这一关过得不费吹灰之力。哎，当然在这里，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又是这一关。不光是我们二位有点唉声叹气，我也听到从后面长长的声音。哎。啊，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吕之梅，来自南京。嗯，南京。之梅做哪行？学生。哎，学生也是学生。这样子吧，听说之梅今天带来一个才艺，要在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来表演，也通过这个才艺为自己再次加加油，好吗？来，舞台交给你啦！起站。哇哦，我觉得一跳起来，整个人感觉都不一样了。是哦。哦。很性感哦。哇。还会有一个这样有戏，对，加一个戏哈，情绪的投入。好了，谢谢。我觉得从舞姿看出来，平常有锻炼过，我觉得应该更有信心了。跳完舞之后，自己应该信心倍增吧？有，必胜，必胜，必胜！我们来看看到底你是否能够登上高台呢？勇者大春官，请听口令。有请。Three, two, one.加油！第一关蜻蜓点水。得。果然，这个过关的过程就如舞姿一样的轻盈啊！哎嗨，来了第二关。好的，成功踏上安全平台。好的，来到。小心哦。来到了我们的两级反转。好。很好。其实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害怕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比如水呀、包啊等等，他的肾上腺素会急速的分泌，啊，它会抵消你的这些恐惧感。对，我们需要的就是鼓励。第三关，
障碍酷跑。好。哎，很好，维持一下脚下的速度，跑起来。很有希望的一位闯关者啊！哇哦，时机把握的也很好。哦，很好。来到了旋转独木桥。其实我觉得，就速度一定要够快。对，重心要靠左啊！来，快速通过。哇，很好。好的。很有要领，他真的是往左边偏了一些。是的。恭喜你现在获得温蒂泉提供的防晒套组了。哎，完成了这一关，我们的奖品就会升级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有女生组的选手来到这一关了。嗯，而且好久没有听到高台传来的声音。对，我们感觉现在好新奇啊。睡着了快。睡着了吗？来寻找一个方法。嗯，因为他其实身材很娇小，比较轻盈，所以容易抖动的比较厉害。容易抖动的比较厉害。但还好重心比较低。哦，小心，小心，稳住。最后一个圆台了。好的，有惊无险。不要看个子娇小，我觉得能量是巨大的。这关通过，你将可以把奖品升级为温蒂泉提供的补水套组。恭喜，来到第五关。好，恭喜这一位南京的潘西哦，已经来到第五关，极速轮盘了。嗯，来。好，已经好久没有女生来了这一关了。是的，这一组的女生表现呢，都在前几关呢有点差。但这一位还是不错的，来到了七彩音阶，获得1000元的奖品了。是。好，七彩，很好。好。果然啊，南京的潘西闯几关了，一点都不含糊呢，是非常的勇猛。再向前倾一点点。好，还有最后一个，不要着急啊，不要慌。往前冲，好，最后一步，挑战的恭喜，恭喜获得2000元的奖品，来到我们的团购录音机，团购录音机这一关呢，一定要注意进入的时机。来，好，走起来，走起来，走走走，不要停，好，往前走一点，人稍微的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对对对，很好，走走走。准备起跳，距离合适就跳过来。好嘞，恭喜获得3000元奖品，来到最后一关极限阶梯。哇，你真的是争口气哎，最后一关了。哎，小心。哎，如果觉得水柱有点冲的话，那就站起来，这样子就不会冲到你的头了。好，记住，向上爬，往上爬，快快快，加油，不要停，不要停，快快快，往上爬，已经完成一半，快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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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稍微快一点，往上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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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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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成功了，太棒了，耶，哎，你知道吗，为你加油，我感觉我自己嗓子都快叫哑了，他刚才在最后一步的时候，哇，所有人以为掉下去了，当时你掉下去了，你也掉下去了，但是你顽强的站起来了，挽救了自己。试试怎么知道呢？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念。而且我发现你在之前没有跳舞之前是另外一个人，跳完舞之后瞬间变成女超人了，这变身前的一个动作是吗？来，恭喜你，女超人拿到了5000元大奖了。同时也获得由乐虎功能饮料所提供的勇者大礼包一份啊，开不开心？开心。兴不兴奋啊？我兴奋。成功登顶的女生组的选手，现在我们女生组只剩最后一位大姐了。嗯，啊，大姐扛把子啊！大姐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周秋香，来自江苏南京。心里预估自己能到第几关？我估计到第三关也差不多了。大姐你要加油啊！你是咱们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了，我们为你加油，给你无限的动力，好吗？来，加油！勇者大声关，倾听口令，有请。3, 2, 1。好的，周大姐啊，出发了。好的，好的，好的，哎，别难过。哎，啊，
总是出其不意的结果。对对，计划没有变化快。那今天呢，真正在咱们女真组啊，上演了一出逆转的好戏，很失败，没有成够上演成功。他们其实上演的是一个叫做反转的好戏，反转剧啦。对，我觉得今天两位高台的主持人一定看得非常的过瘾，是不是？是的，今天刚才那位真的太过瘾了。我觉得女生这是给我们带来一喜一惊啊。对，永远都是过山车般的心情，太起伏了。哎，不过呢，女生队刚才有一位登顶了，也给我们女生队呢再添了一位，一共是两位获得了我们的大奖。但是目前男生已经有五个了。所以节目有节目的规定嘛，既然输了，我们就要接受惩罚了。愿赌服输嘛。没错，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惩罚环节。来。我是不是要再创造未来？是不是再让继续天海带动全场观众朋友？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命爱源源不绝。是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扔掉。是轻踏脚下，越送到全世界，又更新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送你的十八般武艺，江山无二独一，世人都在注意。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其实都是为你。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填海，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灵感源源不绝。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欢迎各位收看今天中午的乐虎勇者大声观。本节目由乐虎功能饮料独家冠名播出。喝乐虎提升抗疲劳，喝乐虎为勇士激发正能量。本节目指定运动产品由特步飞般的感觉特别赞助。是的，今天中午的比赛呢又结束了啊，男生队5-2领先了耶！终于扳回一城了，终于要赢回来了。是啊，所以今天报仇的时候到了吗？没错，接下来我们男生队一定要用力的把女生给轻轻的推下去。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惩罚时间。来，男生队有请，来各位。女生队有请。那我们男生啊，还是很有风度的嘛，怜香惜玉啊，轻轻的推就好。女生来站一排，3-2-1，好。就是请聊一下，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各位，今天中午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感谢乐虎，感谢我们的演员，感谢特步，明天中午再见，拜拜，明天见。